弟兄们，还有呢这些渔民哈，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好朋友、兄弟姐妹哈，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晚安。今天呢，特别哈，我们的乡长还有这个消防队哈，这个消防局的局长，还有各位消防弟兄们哈，还有各位我们县警团队，还有呢这些。哎，包甜食，甜甜。好，干嘛？来，在拍照，在拍照，没错。对，暖暖包哈。好。哎，好好好，来，送给大家温暖哈。好。啊。好。大家很辛苦，好，谢谢县长。来，好来。我都给我来个镜子。对，这个，这个，来这边。特别来，因为呢，这个季节呢，啊，是我们的这个两岸在季节，所以呢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所以我们跟着我们的消防队哈的这个局的消防局的局长，还有我们的乡长们呢，一起来关心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居民，啊，希望呢，啊，在这个我们的时候呢，还能够安全，而且天气很冷哈，特别来发的这个暖暖包，而且呢。还有这个救生衣哈，一定要穿哈。然后呢，假地戒一定可以还哈，就我们安全要把它排在第一位。那今天呢，特别的哈，来关心各位哈，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共同的繁荣商业城哈，各位渔民辛苦了哈，那也很辛苦哈。希望呢，每一位的渔民呢都能够呢，健康。天冷，对不对？要穿多一点，而且的这个放凉的季节，安全要第一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，好，县长，好棒。哎，不是卫视。谢谢。谢谢。